Hello， 我是亚麻多开伊西拉。今天我们要来试玩这个数码宝贝 Links。其实原本我是想在直播的时候玩的，然后我看了影片，听说好像要时常下载，不懂啊，所以我就怕直播的时候要一直下载下载会很慢了，所以就私底下玩了，私底下尝试一下。那我不懂，就是我现在的记录是不是已经绑定了我的谷歌了，谷歌 Gmail 啊？因为这个游戏也是要一直刷那个手抽的，如果你说你是要拿到完全体的话了，相信很多人知道这个游戏一开始可以抽到完全体。那由于是热文的关系啊，我也不懂他在说什么，现在就照样看看咯，看看到底游戏玩法是如何也好。来来来，这个是谁呢？应该也是那种最主要的 NPC 吧。说什么世界被破坏还是什么鬼？好吧，你就看一看吧。泰923方式是什么 ？Connecting， 通信回复。好的，我们来到了画面了。刚开始会教我什么呢？全体破片分解消灭，不懂什么。协力，可以协力吗？这个游戏还是什么呢？大丈夫，不懂什么就是点点点啊。OK， 设施，赶快过啊！一定是介绍每一个建筑物吧。OK， 一来就抽蛋吗？不可能这样快吧？这是什么？惊回幼年期，刚开始给我幼年期吗 ？OK， 哇，现在都可以 skip 啊，直接 skip 掉，完全不用看的吗？感觉有少少卡这样，不懂为什么，游戏卡吗？因为我也不算在录制啊。哇，感觉好像很卡这样哦。没关系，再看接下来如何。哎呦，这个是我降好运吗？拿到加布收，那个还是一定拿到的。我也不清楚，独角兽啊，这个是独角兽啊，不是很记得那些名了，大多数的名。幼年期育成，幼年期，这样这个应该是一定拿到幼年期了。放蛋吗？好，育成一览，就是放这里。等它大是吗？它会大吗？进化需要消费东西。可是到底幼年期这些怎样分呢？进化到多少呢？现在的进化都是这样啊，跟我看那个剧场版一样啊，对吗？呀，加布兽，我最喜欢的不。可是人家应该很多人一来拿到兽人加鲁鲁哦，哈哈，像我是有机会拿到吗？兽人加鲁鲁成长期，幼年期变成长期咯。好的，危险探索已经开始打了吗？紧急事态断片，这样的会断片吗？哇，一来到动画它真的是有点白搭喊这样。不过是不是我这个 Mobizen 的关系了，我之后要再看一看。
断变化影响样子。OK， 不过我又有其他人帮忙了。Leader 是加布收了。AP2 又一只暗的嘛，一只攻击还是什么鬼？确认说明，竟然是打那个 BT 手。说明 AP SP AP， 好的，通常攻击 attack 实行吗？看一看什么意思。Execution， 它的确是很像以前我们玩第二代是吗？ Digimon 第二代那个是走一格一格这样的走，在一个迷宫这样的地方。技术长药 AP2 点击不了了。OK， 不管为什么，长压是什么意思？技能发动呢？触了吗 ？OK， 实行。效果群拔 ，Enemy turn 呢？死掉了。Round to AP up，AP 就应该就是 mana 之类的吧。好的，我们再看啊，这到底浮生他吗？要复活他了。这个水这样的影会不会就是好像那种钻石之类的？好像神魔那种魔法师啊，哼，要氪金才会有的是吗 ？OK， 这个叫什么了？这我都忘记了，已经蒙吐了。点击嘛，OK， 这里叫给我自由发挥吧。好的哈 ，Enemy turn， 应该要出一些招，我觉得出一些招 ，OK， 这个复活了，我们看一看这个绿色是什么鬼，这是老鹰。OK， 这招呢，黑色的，黑色是什么？实行，它是要按很多次一下，一直要按中间那个 execution。OK， EXP 12 30获得什么东西？30升级了，这应该可以 skip 掉，因为我也不懂他说什么。回到了这个界面，直接看，又抽吗？现在是抽什么吗？真正的感觉是，来来来，20啊，这个10连抽，哈哈，刚刚有20个。现在还是真实，到底我有没有运气啊？我是怕我的记录绑定了，麻烦了。加鲁鲁吗？切拜。哎，好卡、啊！哎呦，什么鬼啊这个？这个东西啊，成长。我们回来的画面了、啊，刚才又下载了一些东西。第一天应该这个是签到吧？签到拿什么呢？拿那个好像水晶这样的东西。这个应该是活动公告。探索 EXP。探索是什么？可以让 Digimon 出去拿经验啊，还是什么？耐性说明有力禁药。OK。属性攻击。增强他们吗？现在我要按哪里？黑 E 的，什么 Area 是吗 ？OK，Area 01。不过我按了没有东西。
这个呢 ？OK， 这个有，有个红色那只怪兽。哦，直接打吗？狼的猛攻啊！哈哈，好的，我来看一下这个火，用火攻击他吗？哎，哦，其实是在对着原本的那个按两次。他不是说按钮，我以为是按钮上面再按下面，原来不是。Next wave， 这个不是玩具很熟悉的这个玩具。来，我有用了的东西，那个羽毛攻击 ，Warning， 有 boss 吗？有 boss 吗？这个蓝哦不足了 ，AP 不足，用太多。攻击他 ，enemy turn， 这个玩具兽吗？电啊，电是水的，哦，这个加虫兽，用我的这个虫吗？我要看啊，这个，啊，这个才是狼的那个加布兽的招，打死他。打不死吗？用火吗？这个呢？看，哇，打到一点罢了，没有这样容易。这只东西，到底这个游戏有多少代啊？是不是全部代？全部代都有，一到五，哼，一到五的话，后面完全不懂哎。我最多也是知道一到三一些罢了。如果讲你讲去到什么其他那些带什么人跟 Digimon 合体又什么鬼那些完全不了解了，不过接下来应该就知道了到底还可以怎样玩，虽然都是热文啊，热文应该算不算测试吧，现在相信是正式发布了的，在日本那边，只是别的地区还没有罢了。他有，如果他来一个英文版也不错了，哈，至少看清楚了，看得明一些了。的确是有加布兽的吧？哇，哈哈，还蛮好的这个动画，就是漂亮了。你看，看他们走来走去，蛮爽的感觉呀。那我朋友，我问了我朋友是说，这游戏一开始会卡，之后就还好了，所以我也不懂，接下来会不会真的变到比较顺畅？如果太卡，就要用其他方法来玩了，比如说用 BlueStack 啊，或者是用电脑来玩，看情况了。到底要不要手抽，就要继续刷，我也不懂。我不懂，就是怕我的这个记录已经绑定我 Gmail 了。来看看左手边这里还有什么，这是什么应该是奖励啊这些。诶，不是我，什么意思？这个呢第二个应该才是吧，接受，就直接拿这些报酬，这些点击下面应该是直接拿完了。诶，有 VMON 啊，是 VMON 吗？那个可以有拿到，看看啊，我的水晶多少了？现在85，要十抽好像是200，如果没有错，应该是200。哎，我看到那个点击的可以哪里有 ？OK， 这个按一按这个偏程，难道可以换？我有没有的换呢 ？OK。说好了吗？这个拿走看一下啊，的确是有 VMON 有了，还有那个刚才我抽到那个了，成长期的，看下来的样子，哎，没有换呢，按错了吧？应该是按这个是吧？再换一换。这个是那个第三代那个啊，这么大，这样黑色的，
绿色那个，如果它是绿色的那只，我蛮喜欢一下的。来来来，看到一次，看到一次。这片土地他们就在这里啊。有飞虫兽，不错了，飞虫兽。今天试完就先到这里吧，虽然有很多东西都还不明白啦。那如果你也有玩这款游戏，你知道一些资讯啊，或者是什么攻略之类啊，可以分享给我啦，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啦。好的，先到这里，拜拜各位。